山神木。阿里山森林小火车。叮叮，请讲。叮叮。阿里山森林小火车。哦，还会倒退哦。空空空空空空。那里没有铁轨。阿里山的火车，阿里山有去过吗？我也要去。好，你看啊。对啊，他要去看那一个神木。停一下。咦，我们要去坐小火车了耶！等一下，哦，好淡定哦，跟他讲要去坐小火车。等一下。空降空降，静降静降。哇，到车站了，好吧？哇，他又出发了。他要带人家走。他要带人家去玩。Yeah.